大家好，我是 Andy。 咁咧，香港的富泰门店咧，我哋是第一间，就是坐落在荔枝角地铁站 A 出口的长沙湾广场，直上两个扶手电梯就是噶啦。香港的富泰门店咧，我哋是第一间，咁我是呢度的负责人啦。咁我哋今日介绍的厨房收纳咧，其实我哋有两大类嘅。第一类咧，其实我哋新厨收纳，我希望你哋喺做厨房橱柜之前做一个收纳规划。当你经过一个精心的处理之后咧，你所有的收纳咧会用得好好。另外，我哋领讲紧嘅仲有一个类别，就是话咧旧厨收纳升级。就是你的柜桶我可以帮你拿走，富泰是可以帮你订造你的厨房里面的收纳的五金尺寸。你现在厨房的收纳空间，我们是可以帮你升级，可你微改造大变样，这个就是我们富泰最强最强的一个环节。这个是我们一般的厨房，大家看一看，两揽手就已经到了。但是我们怎样摆产品呢？第一，我觉得我们最好的产品呢，就是这个调味抽的抽纳，还有一些柜桶的抽纳。香港的特别设计呢，就是因为呢背脊呢通常有水喉有煤气标的，柜桶我们是可以订制长短的，那希望就尽用到大家的空间啦。那大家见到啦，我们一般厨房呢就是做层板的，那我们升降机加了下去之后呢，就变了一层两层三层，同埋後面嘅嘢大家都可以攞到出嚟嘅。我哋香港呢好多時會有個微波爐啊，或者有蒸焗爐呢，其實呢都可以買我哋呢個座台嘅架嘅。香港嘅水槽下面呢，其實呢係可以加一個我哋嘅收納嘅。咁一啲家庭裝嘅產品啦，或者一啲洗潔精常用嘅嘢都可以擺喺呢度。